集沙漠越野赛。波波，目前室外温度为35摄氏。哇！哇！好帅呀！哇！是沙漠越野赛，越野赛，越野赛，波波。歌德也要参加，好耶！沙漠越野赛听起来好酷，歌德一定要去帅翻全场。嗯，快点快点，我等不及了。越野赛，歌德来了！波波，抵达沙漠越野赛现场。嘿嘿，我们来吧。等等，你们谁要报名啊？是我们歌德要参加哟。嘿嘿，歌德可厉害了。是我是我，我要报名参加。校巴，先把表填了吧，日期、姓名、参加组别。哦，对了，还要出示一下你的资格证。资格证？什么是资格证？就是你通过了练习赛测试，有资格参加沙漠越野赛的证明。啊！如果没有，就去那边，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练习赛道，才可以拿到参赛资格证。啊！要先通过练习赛道？通过练习赛道拿到资格证，明年这个时候就能正式参赛了。啊！明年？嗨，那就先拿到资格证吧。歌德一定可以的，歌德一定可以的。好，歌德一定会拿到资格证的。嗨，打起精神来，歌德，这难不倒你。没错。你们有什么赛前准备的，可以使用这个车间。好了的话告诉我，练习赛就可以开始计时了。哇，帮哥哥加油喽！注意检测轮胎、刹车、转向系统。这我们已经准备好，可以开始了。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
弯道越来越多了，是 U 型弯道。歌德，入弯的时候注意减速。对对对，歌德漂移过弯。歌德明白了。歌德也会漂移。哇哇、啊！警告！警告！马上要侧翻，马上要侧翻，请安全驾驶。歌德，校巴形态体型太大了，重心太高，容易导致失去平衡。小小的弯道是阻止不了我通过测试的，重心太高，那我就变身。警长歌德，轻装上阵。警长歌德完美掌握越野漂移过弯技巧。耶，歌德漂移太帅了。接着是沙丘的挑战吗？好费劲。容易流动，直接上坡会很吃力，而且会有危险，你需要调整角度，用最省力的路线上去。没问题，路线扫描启动。沙漠里遇到沙丘的时候不能直接上去，而是要绕过坡顶。沙丘挑战也难不倒我，警长歌德可以胜任沙漠越野赛。歌德小心！歌德，米莉老师，我们去帮帮歌德吧。米莉老师，快帮帮歌德！中途发生事故，需要其他人进行救援，就是放弃测试，也自然没有参赛资格证了。你们想清楚。放弃测试就没有参赛资格，歌德一定可以的，这难不倒你。没错，歌德加油，歌德加油，歌德不会放弃的。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练习赛道，才可以拿到参赛资格证。我想到怎样跑好沙漠越野赛的办法了，警长歌德，沙漠越野套装升级。脱离危险了，耶！好样的，歌德！测试马上就要完成了，加油！冲呀！加油！欢迎歌德！爬坡路线计算成功。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歌德刚才跑得那么费力的原因是底盘太低了，在沙丘上行驶稍微有一些起伏，就对歌德造成很大的阻碍。升级了强力弹簧悬挂系统，能够克服更加恶劣的地形环境。哇，歌德好帅！歌德加油！歌德飞起来了！哇，真是太精彩了！难度这么高的山坡跳跃竟然能在练习赛里看到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歌
歌德，过了大沙丘之后是起伏不定的多个小型沙丘赛段，异常颠簸，要小心应付。哈哈，放心吧，米莉老师，抬高车身后的悬挂系统能轻松应对这种路况，看我的。哇吼！呀嘿！距离终点还有50米，加速冲刺！哥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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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了，你不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练习赛，还做出了许多专业赛车都没能实现的高难度动作。那我的资格证？当然了，恭喜你成功通过了练习赛道，这是你的参赛资格证。哈哈，歌德拿到参赛资格证了，这是歌德的资格证。这是我们沙漠越野赛的专属旗帜，这是沙漠勇者的证明。歌德，下一届的沙漠越野赛你一定要来参加。嗯，歌德一定会的，我要拿冠军。冠军！小巴歌德游学团，今天的课程也开心完成，波波。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消防队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流水警长在这里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护卫船长在这里。大家别害怕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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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候真的很安全，希望就在。